玉璧记第三十四章一节，伊利户阁讲：恁有智慧的人，就听我的话；有知识的人，就留心听我讲。因为耳啊，试验话，亲像嘴分别滋味，咱就经迄个合宜的，彼此知什么是好。五节，玉璧有讲。我是公义，神夺去我的正义。我虽然有理，要算作公白贼的；我虽然无过失，受的伤也未医治。什么人亲像玉璧，满嘴牛蛮，亲像啉水啊？伊甲作孽的做伴，甲歹人相甲行。伊讲，人用神做欢喜，总是无利益。十节。所以恁明理的人，就听我的话，心断断袂惊歹，全能者断断袂惊不义，伊要照人所做的来报应人，予个人照所行的得到报应。心实在袂做歹，全能者也无偏离公平。什么人派伊治理地，安定全世界呢？伊若专心顾家己。将灵甲气收回归家己，既然有迄气的，就要做一个死亡世间人，要游玩归尘土。十六节，你若明理，就着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话的声音，敢讲行恶公平，通掌权吗？迄、那个有公义的、有关联的，敢会定义有罪吗？伊对君王讲：“你是无下落的。”对贵族讲：“你是邪恶的。”伊款待王子，也无偏私，也无看重好业的，轻视善乡的，因为拢是伊的手所做。在万年久的中间，半暝的时，因就死亡，百姓受妖诅来气死，有权力的受毒灭，唔免用手。二十，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，看明人的脚步，无有黑暗，吸引通予惊歹的人去避。神审判人，毋免予人到伊的面前再三查问，伊毋免查问来拍出有能力的人，设立别人来代替因。二五十，伊原知因的行为。予因伫面是车道，就灭无。伊伫正人的面前拍因，亲像拍歹人一样。因为因惊偏差，无跟对伊，也无注意伊的路，注到予善良人的爱声透到伊遐，伊也听起困苦人的爱声。伊予人安静，是虾米人会扰乱呢？伊毋明。什么人会看起伊呢？无论款待一国，还是一人，拢是安尼。互无敬虔的人，未得做王，免得有人笼络百姓。三十一节，有什么人对神讲：我已经受责罚，无搁犯罪。我所看无明的，求你指教我。我若做歹，无要搁做，以惊报应。敢得照你的心愿，予你提示唔受吗？得敬的是你，唔是我。你所在的，这里讲三十四节，明理的人，甲听我的话的智慧人，要对我讲，玉璧讲话无知识，伊的话无智慧，愿玉璧受试验到底，因为伊回答亲像歹人一样。伊伫做，佫加天八日，伫咱中间拍手，佫用真济话反对神。